叫永登，是个爱滑雪的土瓦少年。我出生在美丽和睦的、很平凡又温馨的一个牧民家庭。我爸爸是个古老毛皮滑雪运动员，从小看着爸爸滑雪的我，也渐渐喜欢上了滑雪。我的理想是当一名单板滑雪运动员，不知道这个愿望什么时候才能实现。